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DPO， 又看到阿神在玩这款游戏，只代表一件事情 ，DPO 这款游戏大改版啦！这款游戏在前几天的时候，它新增了两个全新的生物，还有一个新区域。看左边这边写说，这个新区域是 shipwreck 沉船的区域。说到沉船，就让我想到孤岛；说到孤岛，就让我想到椰子树，那个曾经离我而去的椰子。今天我要用他的名字在海里继续生存下去，就决定叫做 Coconut 好了。这个 Beta 伺服器只有两个伺服器，那我们选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们选 USA 好了。下面我不知道是哪里，有 Bob 可以帮我指一下地图吗？ Coconut 怎么拼啊？ Coconut 就决定叫做 Coconut 了。那么伟大的椰子要来漂流了。 Startle，身为一只椰子，不，一只椰子，一颗椰子，我真的对那个形容一个物体的形容词很有障碍。身为一颗椰子，我应该要是一只蚯蚓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一进来上面就有人在打架，明明就很弱小，为什么要打架？大家和平共处啊！我现在在美国，我有一个美国梦。不要咬我！我的，哎呦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！就他妈的，就他妈的，我被毒死啊！好久没有玩这款游戏了，差点毒死。我现在是一只小蚯蚓啊。话说新增的区域在哪里啊？我看右下角的地图好像没有看到新增的区域，应该是要找到有沉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既然有船的话，让我想到铁达尼号。铁达尼号的船沉在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猜应该是在深海区吧。走，我们去深海区，而且我们可以到深海区啊，然后进化，我们会变成深海生物。我们有在前进吗？有，我们有在前进。我们快到深海区了。看这个地方好远哦！我看到了，看到螃蟹哦。现在螃蟹旁边有装甲值哎。以前我记得只有乌龟有，对不对？只有海龟有。现在螃蟹旁边有装甲值了。所以我说沉船在哪里？沉船嘞？应该是在海底下吧？船没有道理在哦，有点危险，小心小心。我可以吃这个吧？对不对？我可以吃这个。先努力进化好了。都过了这么久，我还只是一只小蚯蚓。我先，不要咬我哦！我变成螃蟹了。第二阶段就是螃蟹吗？诶，第二阶段就是帝王蟹哦。我怎么记得，应该是的样子吧？诶，我可以补血吗？可以诶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现在名字下面左边有写一个装甲值 40% 是什么意思？是代表说我会抵挡掉 40% 的伤哦。我变成软软的东西了，刚刚还很硬的啊，瞬间软掉，这样不是很好吧？我还年轻哎，这里是底了吗？是底哎。现在火山是不是火山灰喷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不会一路一直往上啊？话说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我有看错吗？深海大鱿鱼，好酷哦！它是新的海洋霸主啊。Skip， 它是不是坏掉了？哎呀，哎，它好像坏掉了。它左边那个是什么啊？我怎么被吞掉了？哎，为什么它死掉了？就懂吗？得，椰子的人生就到这里了吗？哎，我变螃蟹了。等一下，我是深海鱼嘞。就懂，我想变成那个深海大鱿鱼啊。现在连螃蟹也会有防御值哎，不是只有帝王蟹有而已哎，那是套 Q 吗？我要怎么变成套 Q 啊？那感觉就像是深海大鱿鱼的前置的生物啊，好酷啊！所以这就是、有肉吗？有肉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咬它咬它，站站站站站，不要咬我不要咬我，我只是拜托拜托求求你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感觉就好像是深海大鱿鱼的前置生物啊，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变成深海大鱿鱼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两个新的生物了，我们只差新的地形没有看到。我想当当看，可是我很害怕我选错支线。深海大鱿鱼感觉起来就像是深海里面最后最后的王者，之前是三雄鼎立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玩到，所以我不能够100%确定。可是它那么大只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不会是？不会是那一只套圈技能吧？它吐出墨汁哎，然后我刚刚经过，又看到了，又看到了，感觉真的很凶哎。它在下面，我想再去多看它一眼。哎呦，这个地方也很危险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先补个血好了，先平安长大。好，我现在是，
我的名字左边那个到底是什么啊？受伤之后100%，受伤之后我真的看不懂，我看不懂我的名字左边那个是什么。我知道螃蟹哦，就等嘛等，我不知道明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死，我要死了，就等就等。哦，刚刚是怎么了？请教一下，等一下我快死了，来一点能量，来一点能量。哦，那又是什么？哇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拜托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啦！拜托啦，不要啦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海豹吗？不到一个月没有回来就变这样子，这是什么回事？欸，我以前可是可以这样子平平安安长大到最后的欸。哦哦，我找到了沉船地，可以躲起来吗？好酷哦！深海大鱿鱼，他是不是在发呆啊？哦，两只深海大鱿鱼，哦，他们想吃那个，欸，拜托不要啦！哎呦哎呦，好危险！他们好大只哦，好大好大哦。好，我先到海底下好了，这样子我会变成深海动物。总觉得深海大鱿鱼就是在深海底下的生物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不然它不会叫做深海大鱿鱼。虽然是我帮它取的名字啊，但是它那么大只，欸，不要咬我，我很毒啊！我要进化了，我要进化了，我要走海底路线，不要再帮我喷到宇宙去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咬死它，我可以咬死它。嗯 ，nice nice， 现在还差 92%， 努力长大，努力长大，加油加油！为什么刚刚我在死掉前不隐形？哦 ，Hello， 你会帮我补血对不对？你是我的好朋友。为什么我刚刚不隐形呢？是因为我刚刚已经被它咬到了，而且，又好吃的。我为什么？我已经不会玩这款游戏了。我没有看到金鱼欸，是不是金鱼已经不夯了？拜托，深海大鱿鱼那么霸气，长得那一副坏人脸。我等一下一定要想办法当深海大鱿鱼啊！问题是，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当深海大鱿鱼呢？我想要被打回一只水母了，好烦哦！拜托不要咬我，不要欺负我嘛！拜托，我很久没有回来玩嘞，而且好想打嗝哦。我只是一个空空拿铁，结果我一下啦，愤世嫉俗的水母。我现在的分数是11K。我发现第一名没有很高欸，第一名才800多K。哎呦，结果一下，结果一下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不想跟任何人起冲突，好不好？又是那个好可爱，那个好像在任天堂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啊？那个乌贼妹，不是乌贼妹啊，我不知道她的英文怎么讲，可是那个游戏很棒，那个游戏超可爱的，不要咬我，拜托，我变成野鱿鱼了，真好。这里有两个深海守门员，我们等一下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，努力努力长大，我们这次要聪明一点。我真的太久没回来，已经忘记这个地方有多危险了。努力长大嘞！是有谁咬你啊？螃蟹，螃蟹！哦哦哦哦，好痛哦！哦，你们刚刚看到那个安康鱼的攻击力吗？它的攻击力又 buff 了！天哪，刚咬我一下，我差点往生哎！我的妈呀！幸好它在发呆，它在那里啊，我看到了，不要动，邪恶家伙！继续努力长大，深海很恐怖的哦，应该不会有人装成 Hello。哇哇哇哦 ，OK OK，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所以好恐怖啊！我拜托啦，别闹！所以结果一下，那边很危险啦，结果一下，结果一下，我离开好不好？所以你要变成深海鱼，然后变成那种生物。哦，这边有生物，它是一只假的，它在那个地方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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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只是想要努力长大，拜托，让我平安长大。下个进化区在潜水区，好。哦，他现在会提醒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所以你要变成黄带鱼，我没有记错你的名字的话，你的名字叫做黄带鱼。你要变成黄带鱼之后，你可以进化成深海大鱿鱼。看起来它不是最终进化型。哦，求求你，我只是，拜托不要追我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变成一只海鸥欸，哦，变成海鸥了，才刚讲完，啊，突然感觉可以松一口气了。那个伺服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金鱼或是大白鲨之类的，所以哦，倒是有这个，哦，跑走了，回来嘛，让我咬一口啊。所以现在多了一个 shipwreck 沉船的地方，那个沉船的地方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它
他也好像也不能够躲啊。我之前是水母的时候，哎，走开啦！我之前是水母的时候，哦哦，你干嘛？神经病啊！你不是大白鲨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围殴他吗？是不是很欠揍哎、欸？超欠揍的。啊，努力长大。我们之前是水母的时候，好像没有办法到沉船里面呢、欸，也没有办法躲起来啊。会不会是要更弱小的时候才能够躲进去啊？哎，这样子好逊哦，它只是一个造景的样子，不过很好看啦，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哦。顺带一提啊，我之前有做了一点研究，就跟你讲不要中大白鲨了哦。我之前有做了一点研究啊，他们这些改版的生物啊，他们的样子好像是玩家自己提供的。要是如果你是很会画画或是创造这些生物的 Bob 们，你们也可以去投稿，搞不好你们的生物就会加到这款游戏里面也不一定。Ship Wreck 沉船的那个地方好像也是，它是两个作者，这次改版是两个作者改出来的。然后那一只在很冷很冷的地方，好像应该是海豹欸。以前海豹的样子好像改掉了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完全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。我不觉得那是一个生物，然后一直有人在便便。我现在大概还差 50%， 努力慢慢浓是可以慢慢长大的。我们开启加速模式 ，Speed Mode Activate。我走上面，下面给你吃好吗？不要跟我抢，它应该快进化。为什么连 Nemo 都在飞啊？哦，又出现了，你可以到这里来哦。哎、欸，它会咬人啊？喂喂。总感觉这个家伙想咬人欸，他是什么啊？他到底是什么啊？我不明白。Hello， 他是友善的吗？我总觉得这个岛屿上面非常非常危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这种感觉，感觉好像一不小心被叼走。虽然我已经快进化了 15%14%， 快了快了。刚刚那个一直在跟我抢果实的，我猜他应该已经进化了 8%， 只差一点点7。下一阶段应该是变成 Beaver 的样子，应该是变成 Beaver 3%。好，我们去下面吃这些东西。哎呦，才刚讲到 Beaver， 那只鸟被干掉了，可不可以去偷肉吃啊？不，是海龟。哎哎哎，别闹别闹！我快进化了，快进化了，只差一点点，给我一点食物吃，我就进化了，好不好？我走，我走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。没事，哦、一只杀人鲸，不对，是大白鲨。好，隐身一下，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对吼，我干嘛怕你啊 ？Hello， 你们要怕我才对。我现在是海底王者，现在就是不能讲自己是海底王者，一大堆凶残的生物。可是比起吃天上的鸭鸭，我这么久没玩了，而且现在这是一个 beta 伺服器，我们在 USA 延迟的还挺严重的。哦，凶欸，延迟的挺严重的。吃天上的鸭鸭的话，对我们不是很有利。哦，你想干嘛？你们两个自己去 PK 啦！为什么想咬我啊？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！我们要活得聪明，我们只要在地底下就很安全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头朝下就没事了。哎、欸，我每个人都想往上走。我们快长大了，快长大了。我们现在是还没有挤进前十名，现在第一名还没有到1000呢、欸。看样子这个伺服器强大的人活不久的样子，应该竞争很激烈。我们要变成深海鱼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往深海的地方走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接过一下，吃掉了。接过一下哦，接过一下，我咬人哦，很凶哦。好，一定要点喝。来，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，不要跟我抢吃的，我会生气哦。不是跟你讲我会生气，不要跟我抢吃的，不然我就吃掉你。好，我们就快到100K 嘞。我现在好想进化、哦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要到深海的地方才能够进化。现在能量有点浪费，但是 it's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已经算是中等的生物了，好不好？身为一只中等的生物，就不需要太害怕了。慢慢成长，活得聪明才是最重要。好，我们到深海区域了，进化吧！马上咬爆一个人呢、欸！别动，你就会长出一个食物。攻击吃下去那个生物可以增加100%的伤害力。我记得之前好像只增加50%，对不对？100%是后来改的吗？他之前攻击、哦，深海大鱿鱼，那只大鱿鱼真的好帅哦，没有办法吃这个。欸、小心小心。我总觉得在深海那只深海大鱿鱼真的有点太凶了。我虽然没有看到它攻击力多少，可是它很大一只欸，它超大一只欸。我可以咬它吗？它好像比我高阶。不行不行。哦，吃掉了一只水母。好，我们隐藏一下好了，先吃个这个啊，我没有办法吃那个黄黄的。小心小心。哦，好大一只啊！好，我们先隐藏起来好了。我觉得。这一次改版不，上一次改版，他把它变成完全隐藏，还蛮不错的。其实我们自己可以躲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现身的话，会被打到吗？
如果等一下一只深海大鱿鱼从我身旁游过去，我会被咬到吗？还是我现在是无敌啊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比起这个，我觉得好像吃浮游生物进化的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我想快点脱离安康鱼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。深海好像变得比以前更危险了、欸。倒是我还没有看到海豹，我猜那个新的生物大概是海豹新的样子，八九不离十。要不然等一下晚一点，哎、欸，尼莫，这个地方很危险，我想咬你。隐形啊，没有办法隐形哎、欸、！Come on！ Oh my gosh！ Oh my gosh！ 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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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摆脱他了，摆脱他了，摆脱他了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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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要隐形，他都找不到我。你不知道我在哪？是真的没看到还是？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没看到吧 ？I don't know， 有点成就感。吃个螃蟹好了，吃个水母好了。就没咬到，就从旁边擦身而过，结果我还受伤 ，bug 啊！真的，如果你是一只安康鱼的话，不要傻傻的等待猎物自己来你口中，自己吃浮游生物进化的比较快。我现在可以补到两个体力嘞，这件安康鱼有 bug，、咬它一下，不要走啊，再咬你一下，没有咬到 ，nice joke。补一点能量好了。之前有一个 bug， 就是安康鱼啊，它的能量只能补一格。先修好了，不要咬我。它刚刚是想咬我那个吗？哦，两只两只，我不想咬你们，你们冷静点。它是坏掉了吗？拜托不要啦，先离开，先离开，有点吓人，有点恐怖。只差19%了，我下一阶段是。刚那是深海大鱿鱼对吧？我下一阶段应该会变成黄带鱼，然后下下阶段我就是深海大鱿鱼了。所以照着深海大鱿鱼这样子进化下去的话，对哎，所以另外一个生物的话是在另外一个生长链咯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化成企鹅、海龟或者哎不对哎，我们可以进化成鱿鱼妹。你会变成你击杀的动物形态，按左键喷出墨汁来迷惑敌人。你会变成你击杀的动物形态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吃一只螃蟹试试看好了。哦，我按左键我会喷东西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我变成螃蟹了。所以我现在是章鱼，是一只 taco。可是，哦，我知道，再按一次左键我就变回来了。我可以装弱小，好强哦。那我可以吃 Nemo 吗？一下，一下，再喷一次，再来，我又变螃蟹了。有没有人想咬我啊？哦，我好像也打不赢他哎、欸。深海大鱿鱼可以上来哦。好，我现在只要知道我是一只鱿鱼，不是不是鱿鱼，我是一只章鱼。哎、欸，这个动物好酷哦。有没有人想咬我？我打得赢他吗？我打不赢他，不要咬我、欸。他没有想咬我的意思。那只尼莫是想要去咬他吗？好，有没有什么生物是我可以干掉的？我现在很弱小，其实我好像可以干掉它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到深海底下啊、哦，变回来了哦，因为螃蟹没有办法到深海底下，是不是？好酷哦！哦，它躲起来，它会怕我哎，会怕就好，我没有压力问题哎。身为一只章鱼，身为一只 taco， 我可以到。哦、拜托拜托，我迷惑它了吗？我迷惑它了吗？好像迷惑，它在撞墙哎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！这生物好可爱哦！我觉得这个是最多功能性的生物了。欸、我连移动的方式都会变呢、欸。有没有人想咬我？我是一只水母，其实我是一只章鱼。哎、欸，他会想咬我吗？他应该……哎、欸，这样子，我的同伴会咬我吗？哼！哦，结果是你吃掉，再把你吃掉。我又变身了，好强哦！他躲起来了。他看不到东西，好强啊！这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好喜欢这只动物啊！这应该是我觉得 Deepio 里面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生物了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快要进化嘞，我还玩不够。这边还有好多生物啊，还有坏掉了。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我们是一家亲哎、欸！原来哦，我还以为章鱼没有办法咬乌贼。结果我们是同类，难怪没有办法咬你、哦、所以如果你变成其他生物的话，然后同类就是章鱼攻击你的话，其实是没有办法攻击的。原来如此啊！有家伙躲在这，哎、欸，螃蟹，哎、欸，去哪？哎、欸，
猜一下，猜一下。嗯，变成深海大螃蟹了。所以，如果我是深海大螃蟹的话，我可以吃地上这些东西吗？不行。哎呦，变成乌贼。哎呀，哦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。哎，我游的速度还挺快的。嗯，啊，没有办法。嘿，不要走。好，我先补一点能量好了。我现在血量其实也有点低低的。我好喜欢这个生物啊 ！Oh my gosh！ 我觉得这个比任何一个顶尖的掠食者还好玩欸。我好希望你是顶尖的掠食者啊！真的超有趣的欸。我现在只差 30% 就要进化了，好讨厌哦！我可以变成，我变成三了。你想咬我吗？神经病！我这边想说 ，What the heck？哇，我只差 14%， 这个角色好 troll 人哦。你想干嘛？嗯，一下一下一下吃掉。你要咬我吗？要咬我吗？想不想咬我？咬我吗？咬我吗？哎，他会怕哎、欸。有没有什么生物会想咬我嘞？我们去找螃蟹好了，我是螃蟹的同类嘛，对不对？哎，hello， 我们是好朋友。对不对？我们是好朋友，你看，我们超好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不是没有办法上去啊？我们超好的，你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没有狙击到，哦，那边有一只福分，哎呀，嘿，啊，跑走了，啊，跑走了，可恶！这个 Don't kill me， 这个 kill me， 哎，所以我不怕墨汁，哎，哦，哇！我变成黄带鱼了啊，没得玩了。不过，黄带鱼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深海。等一下，企鹅进化上去是，你为什么想咬我？我是你的进化种欸。企鹅进化上去是那一只很奇怪的海豹，海豹进化上去就是最顶级的生物了。我刚刚选的那一只章鱼。我刚刚选 ，Come on， 拜托 ，Oh my gosh， 它会咬人，它是顶尖生物啦。没事。所以深海大鱿鱼只能在深海吗？啊，这样子深海的食物好像有点少吼。我总觉得游戏最终的形态应该会把平面的生物跟深海的生物都哦，好漂亮的地方哦，会都把它给平衡起来，就是深海底下的生物会有更多，哎，他们可以躲进去，哎，哦，这里啦。大家可以补血哦，我吃水母，我很凶的，知道吗？我讲水母呢，还有没有水母？哦，我可以吃你哦，对，我可以吃你。跑去哪了？哎，这招真的好有用哦！一被那个东西放到之后，真的就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可以知道东南西北啦，可是就完全不知道到底他跑去哪了。我吃水母啊、哦！妈，喝甲，水母其实也很补哎、欸。因为水母其实不低阶，它算是快到中阶的生物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没有看见吗？搞什么了？又瞬间移动了，这是现在的 bug 对不对？如果变成深海大鱿鱼，然后你就把我丢到岸上，我不就搁浅，直接暴毙身亡？我现在的分数是哦，我们现在是第五名哎，可以咬你吗？可以，不要走，水母更补，只差 3%， 只差一点点，快进化了。这决定是你了，哇！有了，好帅哦！目前大王乌贼是最后一个动物，我在猜左边那个应该是破甲的意思，应该是这样。Hello， 哦，我才刚当上这个，我们不要这样闹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你可不可以转头？我们这样子僵持不下，唔对哦，你转头吧。你转头啦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不可以来人救救我们啊？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动一下吗？哎，他在帮我们，他在当和事佬吗？哇！我赢了！哇！
哇，哪来的？哪来的？哪来的？好痛哦、啊、好痛哦、啊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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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冲啊，来一点能量，来一点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再多一点能量。 OK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的血好薄哦，大王鱿鱼真的好好难当哦，尤其是你知道深海很浅吗，就是很短一很短一块，冤家路窄耶。我觉得当大王鱿鱼心脏要很强，超强，我们可以勾住别人，这是我学习到的事情。我现在是第三名，我现在是第三名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、欸、你又咬我，神经病啊！哦哦，拜托拜托，别闹别闹别闹，水压问题水压问题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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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老天爷啊，这世界容不下太多大王乌贼啊。啊，那边好像有一些食物可以吃，走，来了，统统吃掉统统吃掉，我可以吃，我可以吃你的呗，来，抓到你了、哦、游的速度真的好快哦，可是很容易甩开敌人，再等一下，瞬间移动，再咬一下，哦，超不，它是我的退化型哎，我先把它咬爆哎，哦天哪、啊，它的攻击力真的很吓人，可是同时它的血量好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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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低的，来跟我走，抓到你了，走，你到，哦，你到深海不会有事啊，哎呦，把你吃掉，好不，好不。干掉了！怎么会突然冲出一台大卡车啊 ？Alright， 今天的这集阿贝兽差不多跟到这了，希望宝宝们喜欢今天的 DPO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留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们下期见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